就是可能要稍微半脚，因为火还是好的，就是底下的部分。好，对，因为火不会帮你关掉。然后拿生菜夹这两样，包在生菜里面。炒鸡锅的话，你要沾芝士不沾芝士都，最后一样包在生菜里面。你说这个可以包这个，还有包什么？这个包这三样。哦，对，包在一起吃。